Hello，先生，呆呆，你好吗？我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 rastini，我今年48岁，我的身高150几公分，我的体重64公斤，我信仰回教，我有2个小孩，我离婚了。我以前在台湾2年照顾阿妈，阿妈健康，阿妈84岁。我住家是我说的，我多的，我是一步，我当一步。我住宅，然后我煮饭，然后我去买菜。谢谢。